朵小白云，一朵小白云。嗯，第一页。第一页。巫婆在煮什么？煮水。煮水哦，就谁跑出来了？小白云呢？哦，小白云要出去玩了，是要跟巫婆说什么？拜拜。拜拜 ，see you。Later。See you later。就小白云飞呀飞呀的，哦，它看到谁了？好渴。好渴啊、哦。可以有水水的耶！哦，这样就不会渴了，就会长高了。就会长高了。哇，好棒啊！夏天的工作有没有做？今天没有。哦哦，那明天早上要不要记得？要去干嘛？浇花，好不好？还有浇另外一个。嗯，要浇几朵？要浇三盆花，对不对？小盆盆，嗯，好，还有另外一个，好，没问题，好，再来，一朵小白云继续飞呀飞呀飞呀飞，它又遇到了谁？一朵脏脏了，为什么会脏脏？为什么会脏脏？去洗了，洗了，洗澡啊，洗完澡出来，嘟嘟嘟嘟嘟，咚咚咚。干净了，干净了。然后嘞，哥哥黑黑的。小白云黑黑的，因为有太多人骑欧多拜，对不对？跟开车，对不对？所以小白云就变脏脏了，所以要洗澡。洗澡了，爱洗澡。洗了洗衣机，洗洗洗洗洗。洗完了，洗完衣服了，洗完澡了。好，再来呢，小白云又去哪里了？他去哪里了？他看到谁？小狐狸吧，小狐狸哦，不是小老鼠吗？小老鼠吗？小老鼠在做什么？在看书。小老鼠在看书啊、哦。妈妈说嘞。妈妈说什么？小白云跟小老鼠一起跳舞，然后呢？这时候谁进来了？妈咪说什么？妈咪的话。妈咪说什么话？妈咪赶快去洗澡睡觉了。哦，妈咪说赶快去洗澡睡觉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不可以躺着看书，躺着看书就要没收了。好，赶快去洗澡睡觉，所以要跟小白云说什么？拜拜。Good night， 对不对？有吗？啊，还有吗？不是在后面吗？哦，他要看到谁？小粉红出来了，跟小粉红一起玩，好不好？找偷人吗？什么意思？要偷人吗？你现在去偷一人了吗？啊，你的叔叔不收起来了，你要去偷一人了？好啦，那你把叔叔收起来，那我们就去偷一人。偷人呐！好啦 ，Good night。要弄这个。待会刷完牙，我们再来，请你关起来喽。刷完牙再用，然后请你先把桌子收起来 ，lotion 放在床上，然后请你先收你的 table。要用这
好的。OK。放在床上，待会刷完牙。妈妈。好，刷完牙，走吧。再挤多一点。